升级的存档我已经就是玩到这里了，今天可能会先讲一下贪吃狼吧，转过去给你看。屁啦！怎么可能啊？哎，真的不敢相信呢，原来我的实力到这里而已哦。啊，好吧。哎，那其实我们怪诞的主线也差不多了呀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应该会也是第一局了吧？那我没想过我的实力到这里而已啊。哎，他快闪了！啊，我去放大绝了。嗯，怎么样？我不管啊，反正我没有这么多接冠军。反正都用完了，然后再看主线可不可以过，不然这样太辛苦了。嗯。那下期再继续吧。从哪玩？嗯。